们现在人在的地点是内湖的 EV 的充电站，我们今天要做电耗测试。那今天测试的车款呢，是我们等了很久一直没有得到原厂回复的 Toyota BD4X。那因为之前呢卡在召回啊，所以有大概好几个月车是不能动的。那原厂也有跟车主签的是禁驶条款，禁止行驶就叫禁驶条款。已经交车的车主啊，大概可以补贴到180,000呢。那这台车167,000，减掉180,000，你等于1,490,000买到这台车。好，那我要出发前先讲解，第一个，我们的电耗测试和油耗测试其实是一样。第二个部分就是，都是我一个人驾驶，然后我们冷气都把它调到最低嘛，然后风量是第一段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充电，充到80%。说到这个80%你在车上完全看不到你现在电剩多少%。像仪表板前方就有一个类似我们油表的刻度，它没有显示百分比。然后你进到这个系统里面啊，它一样看不到。唯一看得到的只有，譬如说假设充电桩上面有。第二个可以看到就是你手机的 APP 上面可以看到，现在还有77%哦，然后设备功率45.2kW， 预估费用59元。我们只能够透过车上来设定，我要充到80%。那我们现在80%出发，然后跑150公里回来，再充到80%，用了多少电，然后跑多少公里除以多少电，就是它一度电跑多少。我们的单位不会用每行驶100公里用几度，我们用跟油一样，我们通常油也是嘛，1公升跑多少公里嘛，所以我们现在电也是一度电跑多少公里。那以 BD4X 来说，它底盘电池大概70几度了，以现在所有车厂的技术来说，不可能一度电跑10公里啊，现在大概都是6到7啊。那六到七，你乘以70嘛，70度。如果是我认为你要达到 WLTP 破600公里的话，有几个关键。第一个，尽量是两轮传动；第二个，车要轻；第三个，马力不要做太大。再来一个部分就是底盘的电池容量是100度以上，才有可能破600公里啊。要不然你要破600公里，真的是非常困难。那说到 WLTP 啊，我们知道 Toyota 它公布的是 NEDC 啊。我先讲我以我的立场啊，我是汽车媒体，我可以接受的是，你在公布这些数据的时候，你可以都公布，或者你直接公布 WLTP。现在所有电动车基本上欧洲都有上市，所以它一定要测 WLTP， 要不然不能卖啊。好，那你 WLTP 测出来，你就公布这个数字，不要模棱两可的去公布，挑一个比较高的出来讲，这是一个。再来一个部分就是，就算你要只公布 NEDC 可以啊，你也可以公布626，可是旁边你要刮胡，所有的车主在开车过程中禁止使用冷气，不能听音乐，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不能使用，方向灯也不能打。方向灯不能打，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好事哦，因为它也会耗电啊。可是很多人开车不打方向灯啊。你如果旁边有刮胡，就像我们办信用卡嘛，是不是有警语什么什么什么信用卡什么利率多少，怕说你一样做这个刮胡，告诉所有的交车的消费者，你在行驶过程中不能开启冷气，开启冷气就没有626。我前几天还收到一个新闻稿，它比 Toyota 还夸张，它是欧洲上市的电动车，我是讲品牌 OPPO， 它不是进来的电动车吗？它居然不公布 WLTP， 它公布的是 NEDC， 然后 NEDC 呢测试的条件比较简单，然后成绩比较好。他 WLTP 就直接拿掉，直接 NEDC 公布在上面，你还是欧洲车厂，你还是欧洲进口车，你居然是公布 NEDC 拿掉 WLTP， 这个心态到底是什么？我建议大家未来你要买电动车，只要是这样子的车厂不要买，真的不要买。因为你公布的心态是什么？你只是要一个好的数字去混淆消费者。那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旁边有个刮胡警语，你如果要相信399，麻烦你开车的时候不要开冷气，不要听音乐，不要开大灯，不要播方向灯，所有的电子产品都不能使用，连 Apple CarPlay 全部都不能使用。那可以啊，那就你就399啊。所以希望和泰你是龙头，你把这个包含官网的数据，包含你所有的广宣文案，626都拿掉。BD4X 并没有差，你看它的售价，你看它的配备，它的安全性有 TSS 3.0，又12.3寸的屏幕，无线 Apple CarPlay、Auto Hold 什么都有了。然后呢，又是最新的 ETMGA 的底盘，然后外形见仁见智，可是空间表现也不错，而且内装质感其实也不错，一分钱一分货嘛。今天如果你卖300万的 Toyota， 那我可能要求你的 WLTP 要800、900甚至1000了。可是你今天是170万的 BD4X， 你也只比特斯拉某些车款稍微差一点而已。
那你现在是不是就没有这些争议了，没有这些问题了？我不知道那些当初规划这台车的那些行销人员现在还有没有在 Toyota 上班。你如果正常公布 WLTP 是，因为这台车欧洲也要卖啊。我希望相关单位，经济部能源局，或是相关的政府官员，或是相关的民意代表，你们要出来让所有车厂统一公布一个数字，就是 WLTP。那禁用 NEDC， 你就公布中间一个 WLTP， 它的测试条件大概是打八折，就是我们实际的。如果是 NEDC 的话，那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嘛，你旁边有个刮胡要警语，不能开这些电装设备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充满了，现在出发，出发，我们来跑150公里，来看看 Toyota BD4S 它的电耗表现。哦，我们现在开始测试，现在在高速公路有点塞车。我们的测试条件，我刚刚在补充一个地方，就是因为它有 ECU 模式啊，所以我们又是用 ECU 模式来做电耗测试。如果它有辅助驾驶，我们在高速公路会用，但是在其他路段不会用了，滨海公路啦、北宜公路都不会用。所以模式呢，如果它有我们就用，没有的话我们就不用。因为我想尽量可以符合大部分汽车驾驶者他的开车的方式啊。好，我们上路之前啊，先跟大家讲几个。第一个就是胎压，我们照原厂的胎压值，然后再来一个部分就是我一个人驾驶。如果你要看很详细的 BD4S 的新车试驾介绍，你可以去找之前的，因为我们那一次是从台北开到花莲，所以有很完整的心得的介绍。那我再补充几个，就是我那时候有讲过，就是它的油门踏板最建议油车啊，就是它的电门踏板啊，因为它的性能输出表现啊，跟油车其实蛮接近的，并没有像大部分的电动车它是非常暴力的，所以你的右脚踩这个油门啊，就不会有那种不适应的问题。再来一个部分就是，其实组装品质啊 ，ETMGA 这个底盘是不错的底盘，整个组装品质的表现也好，因为它底盘铺满了电池啊，重心在下面，所以整个高速公路行驶起来的稳定性表现也很好。我们都习惯 Toyota 的开车的习性，整个硬体的回馈给驾驶者的表现，但是在 BD4S 上面哦，你会感受出比较不一样的 Toyota。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我们要感谢小司借我们这台车，这台车其实是他的车，然后呢，他已经找到下一任的买主了。那我还是跟他商量说，可不可以跟这个买主稍微沟通一下，讨论一下，借我们两天，我们大概只会用到200多公里。啊，测试完之后再交给他，结果那位下一位买主非常大方，就同意了。不过比较可惜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到 Toyota 那个 App BD 那个 App， 因为有那个 App 的话，你也可以透过那一个 App 去了解到目前的电量百分比。我现在把里程归零了，总平均功耗也归零了，但是我没有办法看到我的电量现在剩多少。强烈建议 Toyota透过软体的更新、软体的升级，在未来可以让消费者，不管是在前方的仪表板，又或者是12.3寸这个音响主机的萤幕里面，可以去看到这一辆车目前的电耗百分比，因为每一台车都有嘛，那大家已经习惯了就看百分比了嘛。那你这台车没有，就看起来就怪怪的，开起来怪怪的。我们到第一个休息点，我们行驶的里程是30.7公里。那这台车没办法看平均车速啊，只能看里程，还有就是目前的平均功耗。一度电跑 7.6， 非常厉害哦。一度电跑 7.6， 如果它真的回去还是 7.6 的话，假设底盘70度乘以 7.6， 532，也不会到626啊。啊好，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到第二个点，然后就是北宜的最顶端了，会再公布一次，然后接着我们要到终点。那今天因为是跟小世界的车啊，所以我们没有跟原厂要正品哦，那我们就送3个四宝宝吧。那四宝宝反正要绝版了，剩没几个了。好，那一样在我们的影片下方 ，YouTube 或官网都可以哈。那跟大家讲一下诀窍，官网比较会得奖哈，官网留言比较会得奖 ，YouTube 我们通常比较不会去看，官网会去看。我们会抽出3个车迷，然后把四宝宝送给你。好，我们到第二个休息点，北宜的石牌县界公园。我来这边超过100次了。跟大家讲几个小地方啊，首先第一个啊，它无线的 Apple CarPlay， 对不对？
然后我现在有用导航，加上我在听音乐，照理讲我手机会很烫啊。明轩，你不会用手机？哎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冷气叔问我在这里，然后他这样吹过来，我这盖子打开，它反射过去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手机是冰的、欸，神奇啊，对不对？第二个部分哦，它有这个 one pedal， 也不能讲 one pedal， 因为它还是会滑行，但是它会比较重的这个回冲力道啊，它的刹车灯会亮。我们那个12008，它那个刹车力道其实它有刹车动作。你如果尤其晚上刹车灯没亮，就撞上去，要算谁的？所以你看，我们那些验车的官啊，和验车的那些单位啊，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，它居然没有验。我们那个法规真的要改一下哦，好多法规都是二三十年前的法规。好，我们跑了105.1公里，然后目前的平均的电耗，一度电6.2，我刚刚在山下滨海公路看到7.7，然后在我们爬到一半的时候看到7.2，是吧？我发现电车在爬坡是它的致命伤了，油车反而不会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变速箱有和没有的关系。另外要请大家回答我一个小问题：滨海公路沿路一堆人在钓鱼，有时候看到没有半个人在钓鱼，最近看到一堆人在钓鱼，是究竟是什么鱼在大咬吗？如果你知道，可以稍微回答我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要到终点，要来公布这次的电耗成绩。好，我们到终点哦。第一个让你很惊讶的地方，你看我们现在的那个总平均功耗，一度电跑 7.7， 我们好像没有看过这个数字，不知道是快乐表还是 Toyota 的电能管理系统。我们知道油车有一个电脑嘛，公油电脑嘛，它调整空燃比啊、喷油量啊、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可以让你性能更好，也可以做到很省油。那它居然 7.7 耶！如果它真的 7.7， 假设今天它底盘铺满了100度的电， 770公里的轮距耶，那如果去 WLTP 可能可以900耶，800多。如果是 NEDC 1000啊，我你看哦，我冷气照吹哦，而且是调到最低哦，而且我还多耗一个电，你看。太冷了，我还把方向盘加热，到现在还是热的啊！太冷，真的太冷了。然后我手还在那边这样，没事啊，这样一下，哇、哦，真的太冷了，这个鸡皮、那个毛都一直竖起来。然后刚刚北宜啊，我北宜你看跑了100多遍哦，我第一次看到北宜在施工哎，铺路哎。然后你看啊，那个区间测速啊，真的没有用。你看那个车队那边这样飙，然后他们到一个空地集合在一起等。等个5分钟10分钟，把均速降低，然后再飙一段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去防止飙车这件事情、啊、所以唉，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吧，可能要这样想吧，安慰一下自己吧。另外最后一个啊，BD4S 真的是一台很适合通勤代步的车子，甚至接送小孩、逛超市、假日出游，空间又够、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大力赞赏 TSS 3.0，它的跟车、油门、电门和刹车的控制，车道居中的准确度跟 2.0 比起来大幅的进步，希望和泰可以把 TSS 3.0 赶快下放到其他的车型，因为你们是市占率第一的品牌。假设今天辅助驾驶在每一台 Toyota 上面都是 TSS 3.0 的话，对于台湾的交通环境确实会有很大的改善。好，我们大概等了十几分钟，把电充到80%了、喔、然后呢，刚20.15，对不对？我们行驶的里程151.3除以20.15，7.508。行车电脑显示7.7，7.508，所以它不是快乐表，很接近的。然后我们用7.508乘以它电池的总度数71.4，536.120，很神奇哦。但是还是没有达到原厂说的 NEDC 的626。可是其实536非常近的，你要想看它的车价。所以我刚一开始出发我讲啊，两轮传动，车稍微轻一点，然后加上很多的条件和因素，当然最后还就是我觉得 Toyota 这一套系统，它的电能管理系统应该是做得很好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车厂买这个车回去研究啊？台湾不可能啊，应该在国外啊。买这次回去研究，它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同样的行驶方式，但是它就是可以做到 7.7， 这 7.7 应该是我们的第一名哦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今天还多开了电那个加热方向盘，到现在还在热哦。所以我们实测的536乘以0.8，
428，这个就是你心里面要预设的它的润局428，你不可能开到100%，你有可能前面20%不用，你只充了80%，但是你不会用到零，你的80%它有428，这个很惊人，这个胜过现在很多电动车哎、欸哦、所以我们实测出来的成绩，也许大家会讲626还差很远，可是你要换个角度讲，它的价钱加上它现在它的配备，它的空间机能。TSS 3.0，然后加上最后出来的数据 ，BD4S 是一台很超值的车子。以当今的电动车的科技来说，它算是非常超值的。那最后还是要谢谢一下小司啊，非常热心的小司借我们一台几乎全新的 BD4S。哦，这台车才要已经卖掉，不过我们完整的要还给他了。现在目前跑151.3嘛，大概我们明天再补拍一些画面，200左右就可以还给他了。哦，再次谢谢他借了我们一台他已经卖掉而且几乎是全新的。BD4S 来让我们做电耗的测试，然后最后我们那个题目啊，送34宝宝嘛，我们这次不要大家回答这个数字，我们回答什么？刚刚我在北宜公路上面的时候，我有问大家几个小问题，还有发现几个小惊喜，以及希望未来测试单位可以去测试的东西是什么，增加测试的东西是什么？题目啊，有的跟水里游的有关，有的跟这个有关，手机有关，有的跟车尾亮不亮有关啊。回答其中一个就可以了，我们会抽出3个车迷，然后把4宝宝送给你。